我希望您尽快接受手术。要手术那一种吗？要进台开刀房的，那开刀房好像很黑，躺得进去很可怕的感觉。我觉得啊，里面的医生还有护理师，他们全身穿得懒懒的，包得紧紧的，给人一种很专业、很严谨的感觉，非常的厉害。我只知道我被推过一间又一间的手术室，那等我醒来的时候，护理师就告诉我说我的手术已经完成了，我觉得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当下听到医生告诉我我的肿瘤要开刀的时候，其实那时候没有感觉到什么，一直到走出了诊间才觉得自己的心像掏空了一样。我并不会担心自己，但是我担心我的家人。还好医生他告诉我手术的细节讲得很详细，再加上很好的团队，还有一个非常高科技的手术室，他给了我还有我的家人很大的信心。谢谢，谢谢同仲和医院。人活着总是会经历生老病死，总是会到手术室走这一遭。很感谢同仲和医院有这么优质的医疗团队，这么好的环境以及这么优质的设备，给我一个重生的机会，真的非常的感谢。